很多人就是会讲图利产商这句话，图利产商本来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啊，图利产商是牵涉到我们全国国民的利益而已的，经济繁荣，疫苗出来都是我们的民众获益啊。疫苗国家队你必须要去把这个疫苗能做出来视为政府的责任，而不是视为厂商的责任。所以后来他们的确有更频繁的跟他开会分析进度，然后帮助厂商解决问题，主动去帮助我们的厂商啦，这个就是疫苗，这个才是疫苗国家队啊。但是为什么在台湾这个感觉到对于生技业，特别是疫苗，它在政府当中就是都有一股力量是好像担心帮助或者说鼓励我们的疫苗的生产，就是会被贴上标签。它为什么？我想这是不正确的观念啊。很多人就是会讲图利厂商这句话。对啊。那我一直在讲啊，我讲了很多次，图利厂商本来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啊。你看看我们不是那些重大企业都有那个减免税，对，有一些奖励投资条例啊，那就是图利厂商啊，多的是哈，对，那个你在退税图利厂商，我们当然要图利我们台湾的厂商啦，我们的进口货物有竞争性的，我们给它加税，我们也是图利台湾的厂商啦，这个是扶持国内的厂商，这个没有什么问题的，这本来就是所有政府都应该做的事情。因为这个图利厂商是牵涉到我们全国国民的利益而已的，对不对？经济繁荣，疫苗出来都是我们的民众获益啊。对啊，所以说那个，我们在看是不是有图利厂商的时候，你应该是要更谨慎去看这个用词，不要太空泛、太腐烂的去使用这个名词。你图利厂商是，然后就是让个人获益，那个当然不行，对不对？你通过了某个法案让一个厂商获利，可是他对国计民生是没有帮助的，那当然不行。可是以政府的立场替国家去壮大我们的企业，这本来就是应该做的事情。我觉得像这个东西韩国做的比我们积极，他们就可能是不是就是没有这一种独立厂商的攻击，他们支持的疫苗，也就是疫苗这一方面它的支持力量非常的大，所以现在韩国已经有很多疫苗厂了，我们才2-3个疫苗厂在那陪算了，他们以前老早就已经有好几个疫苗厂，很多疫苗都他自己做的，甚至有一个叫做 IVI 就是亚洲疫苗的中心就被设在韩国，因为韩国政府极力争取，所以在这方面来讲，各国政府都会相当在意它的疫苗厂。还有比如说以前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法国的赛诺菲疫苗厂听说要被卖到其他国家去，然后法国政府出面干预，这个是国宝，不可以出去，你就知道说疫苗厂对各个国家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东西啊，甚至有的时候会牵涉到国安那个我们去帮助他们，不要把它污名化，说是图利厂商，这个是不对的事情。